大家好，我是雅欣，欢迎收看艺术史。生活当中经常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会遭到别人的背叛，导致我们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不是很顺利，而他们呢会把原因归结成遇人不淑。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，是不是我们自己在识人和交友方面其实也存在着很多的漏洞呢？那今天呢，我就想来分享《菜根谭》这本书当中的两句话，我们来探讨一下识人交友这个话题。第一句话是：欲与沉沉不语之事，且莫疏心；见性性自好之人，应须防口。意思是说，生活当中呢，我们要善于察言观色。如果说你遇到了一个表面阴沉，但是呢不喜欢说话的人，你千万不要一下子就是一上来就推心置腹地跟他做朋友。那假如你遇到了一个自以为很了不起的人，我们就应该尽量的小心谨慎，少跟他说话，防止自己言多必失。其实在涉世方面，古代的圣贤们他们其实都主张说守口少说莫传，那大部分都是以谨慎为原则的。因为我们要知道，一张嘴它能生好事儿，但是呢也能生坏事儿。我们都愿意让自己多生好事儿，所以说我们需要管好自己的嘴，逢人呢只说三分话，莫要全抛一片心。毕竟对我们每个人来说，我们都是知人知面，但是呢不一定知心，所以我们要学会察言观色，我们更要做到谨言和慎行。我们来说第二句，这第二句话叫做：缠夫毁事，如寸云蔽日，不久自明；妹子阿人，似细风侵机，不觉其损。意思呢也很简单，说那些喜欢搬弄是非的人，然后他们还喜欢在背后诋毁别人的人，其实这种现象就好像是乌云遮住了太阳。虽然说啊，遮住了太阳，有这样一时的昏暗期，但是总会有云开雾明，拨开乌云见太阳的这么一天。还有那些喜欢擅长阿谀奉承的人，他们就像是这个缝隙里面吹进来的这种冷风，很刺骨，而且也很伤肤，备受损害，但是我们却又不知不觉。我们常说雪不藏木，步不藏锥，一个人他突出的优点，这是隐藏不了的，更何况是喜欢搬弄是非这样的缺点呢？所以呢，如果当你身边有那种喜欢阿谀奉承的人，我劝大家一定要远离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分享这两句古语，希望能够在识人交友方面给到大家一些帮助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这些，我们下一期再见吧。